晨的正面形象被网友称作林富平女神。近日她接下新剧，让不少粉丝超期待，这也是她产后复出首部影集。虽然暌违十二年演出台剧，但她还是稳坐台湾片酬第一名的宝座。据了解，制作公司为了请她复出演出，向电视台提出上调制作费的要求。过去曾有媒体揭露林依晨片酬一集90分钟领40万，这次可能更为惊人，成为台湾片酬最高的演员。除了酬劳费惊人之外，剧组还需要按照劳基法规定的时数，每拍4小时要休息半小时，每日工时不得超过12小时，可说是超高规的待遇。加上有之前贾静雯复出翻红的潜力，让电视台对于林依晨复出演台剧更加有信心。虽然剧集还在拍摄，但已经让不少粉丝开始期待啦。